爱你的男孩。在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昨天的情人节在哪里度过的呢？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清迈新开的浪漫夜市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清迈这座城市的气温也降到了令人舒适的凉爽，时而清风拂面而来，还夹杂着周遭小吃的香气，灯光柔和地照在彼此的脸上，似乎聊什么话题都是美好的。我们去跟老板老板娘打个招呼。这位是清迈分店的店长，也是老板。如果你喜欢逛夜市，又喜欢文艺范儿，又怕夜市人多，那么来这里你就对了。这里除了泰式夜市传统的小吃摊，还有一些独具匠心的小店，当然主要卖的还是饮品和美食。每天晚上11点关门，可以带着朋友和家人来走走哦。我是丁丁，分享我真实的泰国生活。